Today I will interview caregiver. She working in Taiwan for 7 years. I think she look mature and patient. Chan. Chào An ma'am. Ni chia sa morning. What the ming sa maniatun? Maniatun ni chi nian chi sui. Tan su u sui. Yo chi hun la ma? Chi hun la. Hai yo chi to ke xiao hai. Liang ke xiao hai.如果去新加坡工作，是在帮忙你照顾你的小孩。我的老公帮忙照顾。OK， 以前在台湾工作7年，对吗？对。还有去多个老板？三个老板。三个老板，在第一个老板你工作多久？2年。几年到几年？2012。照顾是谁？照顾阿妈。阿妈有什么病？阿妈中风。阿妈中风，你看阿妈这样。帮忙大小洗澡，帮忙大换衣服，帮忙大围腰。好。然后在家里有几多个人？三个人。三个人是谁？ma'am， 阿公、阿妈。OK， 在第二个老板呢？照顾是谁？阿妈，照顾阿妈。阿妈几岁？阿妈71岁。有什么病？心情不好。OK， 然后在第三个老板，你照顾是谁？照顾阿妈，照顾阿妈，你在第三个老板3年对吗？对。几年到几年？2017到2020。OK， 你刚回来印尼对吗？你回来印尼多久？你回来印尼多久？哦，一年多。一年多。如果去新加坡工作，你要工作多久？2年、3年可以啊。你会出吗？会啊。你会出什么？出当、白苦当、炒菜，然后卤肉可以。好，没有放假 ，OK 吗？在新加坡没有放假 ，OK 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